在最近结束录制的浙江卫视小年夜晚会中，八百合作为《捉妖记》主创亮相。她一身淡绿色打扮，工装上衣搭北部鬼嘴长裙，大秀美腿，优雅迷人。不久前，2018年贺岁合家欢电影《捉妖记二》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，于正主演，徐楚亮相。女主角八百合短发造型亮相，简洁又精神，这意思是她新电影造型曝光。她在现场透露，第二部中打斗动作更多，也更精彩。发布会上，井柏然表示拍戏时最爱吃的是麻辣烫，白百合大笑表示拍戏全程大家都跟他吃麻辣烫，原班人马的程序让拍摄更加温馨有爱。胡巴和伴伴当天身着一身红色唐装出场，喜庆十足。久别重逢的白百合井柏然再见胡巴，一家人抱在一起其乐融融。白百合表示，第一部中小兰是为了赚钱在战斗，第二部中则是为了爱在战斗。井柏然则透露，第二部中胡巴独自踏上冒险之旅，交到新朋友的同时也有所成长，为儿子感到开心。活动结束前，群星分别在福字贴上写下自己新春祝福，送给现场幸运观众，并在灯笼前拍下全家福，年味十足。